现在我就剩下你了，恩仲，你不会背叛爸爸的，对吧？您不是问我，张恩仲，他不是犬妈，而是爸，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啊？就算用偷的，我也想当爸的儿子。于阿美小姐，你可能想让太和建设受伤，但是受伤的不是我们，反而会是你。我不知道您现在为什么要这样，我很不安。我会努力，不要太晚回去。您要亲自帮我开门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秘密人生。